亲属里面有叔叔的同学举手。不傻了啊，不傻了。好，这位男生的叔叔，那你的爸爸跟你的叔叔是亲兄弟，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蛮好的啊。你的爸爸是怎么称呼你的叔叔的？称他什么？你的爸爸称呼你的叔叔，应该称呼什么？啊，就叫他弟弟，是不是啊？是真亲密，是吧？坐下。刚才还有哪位？同学，说句声啊，这位女生来说一说。我因为我叔叔比较胖，然后呢，我爸爸现在就是要胖子啊，就是叫他胖子，是吧？这个胖子的这个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是不是啊？好的，请坐。一般来说啊，我们说手足情深，是吧？亲兄弟之间一定是非常是亲密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认识这样的一对亲兄弟。走进莫泊桑的著名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余乐》，来看一看我的父母菲利普夫妇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亲弟弟余乐的呢？好，请同学们快速的跳读课文，找出菲利普夫妇对余乐的不同的称呼，并且思考称呼变化的同时，他们对余乐的态度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快速的跳跃，搜索那些称呼啊，不同的称呼，把它圈出来，同学们。一边读，一边要有圈点拼注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啊。所以说，你找到了哪些不同的称呼，以及称呼背后他们的态度啊？说一说。坏蛋流氓无赖在第几段呢？告诉大家，在第六自然段，坏蛋流氓无赖。寻找一下啊。
震动，这个小子，嗯，就是作者的母亲发现了这个可能就是发现他可能是弥勒是作者的叔叔，然后呢他害怕就是他又回来就是就是破坏他们家的我想就生活是不是啊？好的，所以他说可要多加小心，要小心些什么？小心娱乐怎么样？又回来浪费他们。哎，不要让娱乐认出我们来，拖累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此时对待娱乐的态度是怎样呢？嗯，应该是不想见到他。啊，而且是要像什么？把他怎么样？疏远。哎，疏远他，躲开他，对不对啊？好，躲开他。继续。38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图是配偶进来，还有后面的，要是被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好的，那谁认了？一个贼，一个讨饭。开始是对，出去的被赶出去的娱乐抱有希望，因为娱乐给了他写信，说他那边会发财。嗯。然后到这边，他们看到娱乐，并且认出娱乐是。已经很穷，只能靠卖蛤蜊为生。哦，卖蛤蜊，嗯，蛤蜊为生。然后就表现了对他的瞧不起和失望，害怕被他认出来。对，躲着他的，对不对？一开始娱乐写了一封信过来呀，对吧？那说自己有了点钱，想要改善家里的生活，带他们过好日子，对不对？那时候他们是如何称呼娱乐的？找找看，大家找找看，在第几段？如何称呼娱乐的？找到了吗？好心的娱乐，有办法的人，对不对？还有在第八段中，找到了吗？两个字，正直的人，还有是有良心的人，很好，请坐。此时的娱乐。在冰土夫妇心中的形象是多么的伟大，对不对啊？他们极其的盼望着娱乐回家，用最美好的词语去什么形容他，去赞美他，对不对？赞。好，同学，不同的称呼后面有着不同的态度。当娱乐年轻的时候，行为不正，挥霍钱。他们无情地把他打发到了美洲去，并称他为坏蛋流氓无赖。娱乐写信回来，说自己有了点钱了啊，想要补偿哥哥嫂嫂，极其的盼望着他，极其的赞美着他，对吧？结果呢，接二三来的旅行，在轮船上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弟弟，发现他依然是一个穷光蛋。是吧？本来你想想看，兄弟之间，亲兄弟之间，
多年没见面，再一次相见的时候，应该是多么让人激动的场面，一定是抱头痛哭的，一定是喜极而泣的。然而，菲利普夫妇的态度却让人如此的寒心。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夫妇啊？啊，同学们，请找出文中描写菲利普夫妇的相关的片段，我们找啊，快速的找。然后呢，有感情的鼓励鼓，你说一说，你觉得他们在你的眼中是怎样的一对夫妻？先找到片段，啊，哪些地方是在写，啊，这两个人的，啊，或者是其中某一个人的。然后呢，分析人物形象，咱们要用到很多的描写手法，是吧？有没有呢？用到哪些的描写手法？写出人物怎样的特点来，对吧？句子之后，自己试着去读一读，读出那种情感。说一说啊，好，你找到了第几段，是吧？哪一个句子，是吧？好，来说说。我找到了第四段。啊，第四段，我们看一下啊。哎，如果娱乐是在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啊！A 一声叹息，表现了菲利普夫妇的冷淡焦急。静表现出了出乎意料。表达了菲利普夫妇时刻准备同娱乐。一朝重逢，喜悦心情。啊，那我问你，这个镜子，你刚才说是什么？等待什么？等待娱乐，等待同娱乐一朝重逢的惊喜啊，就是。这里还别有一条娱乐，对，对不对？那么镜子的意思是什么？镜就是镜在这艘船上，这个镜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娱乐竟在这艘船上，这个竟是竟然在这艘船上的话，他已经做了一个什么了？做了一个假设，对不对？啊，其实娱乐不在这个船上，但是他觉得如果在这艘船上的话，那可多么让人惊喜啊！写出了他对娱乐回答的一种十分的怎么样？十分的期盼、期待呀、对不对？而且这个镜子还加深了这个语气，对不对？望眼欲穿，对吧？好，
概字应该怎么读？就是很惋惜，然后觉得惋惜，惋惜，为什么惋惜？因为因为他因为他假设娱乐在这艘船上，那在这艘船上，可是他并不在这艘船上。有一种深深的一种什么？他希望在船上，但是，可惜我在船上是吧？如果一种失望，怎么啦？一种非常失望的情绪，有没有绝望？没有。失望中还流露出一种对娱乐在这艘船上的一种急切的什么？期盼。期盼希望，对吧？所以这个爱字里面情感很复杂的，又有一种深深的失望，怎么十年不回来，对不对？又有一种急切的希望。那你来读一读看。这个爱字怎么读？如果娱乐现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啊。你读得真好。一定要读出那种对啊，失望或者希望的那种感觉，对吧？你读得真棒。好的，请坐，继续。表现人物形象吗？对吧？描写非常丰富的，很多的哈，很多啊。那位女生来说一说。我找到的是第三段。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洁的到海边且桥上去散步。每周末都要到海边且桥上去散步，实际是期盼发了财的娱乐归来。衣冠整齐，故作表面，表现了菲利普一家的爱慕虚荣。衣冠整齐的去站桥上，对不对啊？还等待娱乐，向往一种体面的生活，对不对啊？好的，请坐。还有吗？继续。那我就那位女生，我找到的是25段到30段的。这几个你写的是父亲和母亲的，就是的变化，就是。父亲就是觉得那个卖蛤蜊的人像他的弟弟。既写出了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就是惊讶。也写出自己的不相信，他不相信那个是自己的弟弟。你能从具体的一些他的神态、动作、语言中来流露出来他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吗？是这一句。不能相信，简直无法相信，哪里啊？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蛤蜊的人怎么这么像娱乐？无法相信，对不 对？他为什么不敢面对？因为信上，弟弟的信上写着，他自己已经发了一点小财，但是父亲见到的弟弟竟然是一个卖蛤蜊的人，而且身着并不是很整齐。并不是很整齐。如果他真是弟弟的话，那怎么办？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的生活？的生活就会不会像他们期待的那样，买别墅呀，等等，就是有一些更好的生活。对他们不可能再发生什么变化了，是不是啊？希望就怎么样啦？破灭了，落空了。所以，父亲的一系列的神态也好，他语音也好，他动作也好，对不对啊？都反映出他内心的那种什么啦？害担心、害怕、希望的。落空，对不对？你们再具体的找一找那些字词，再读一读给大家。还有是，不是你刚才说的25到30段，对吧？里面找一些看，能够表现父亲的这种心态的字眼。第29段。可是父亲还是坚持不下，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得清楚，你亲眼去看看。他说父亲放心不下，还是说明了父亲内心害怕，他害怕那个是自己的弟弟。还有后面是让他的母亲亲自去看看。亲自去看看也就说明了，他就是他想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他不想有一点点的马虎。一点点的马虎，多么重视这件事情，对不对？同时其实老师也觉得他还有一些隐隐的，还存有一丝什么。哪里有同情啊？因为我觉得，在第27段的时候，他还是说了，这是我的弟弟啊。但是这里的我的弟弟
的呢，是对自己的妻子啊，说明是这个关系跟娱乐的关系，是吧？好的，好的，请坐啊，继续。说，我找的是34段核电池的啊，34段核电池。我是从一个早已下来两米半级男孩子说，原来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你，团长。好，你来说一说。他脸色煞白，两眼呆滞，哑着嗓子可以看出，他在得知娱乐并没有发大财，并且。活得更加落魄后的紧张，哎，非常的紧张，对不对啊？他紧张些什么呀？紧张怕娱乐再一次就是浪费他们的心啊，来拖累他们，对不对啊？所以遭遇煞白了，两眼呆滞了，哑着嗓子说，哎，你能把他说的句子再读一读吗？啊，那你这个两个，哎，自我相一般来说都惜字如金的，这里用了两个感叹词，你觉得应该怎么读这两个啊？怎么读？我请一位同学来读读看，你觉得这两个啊怎么去读它？来读到位了。前面有一段铺垫，就是说这个船长，告诉他这个就是娱乐，对不对啊？此时他已经是确确实实的证实了娱乐的身份了，对吧？我这两个啊怎么读？这位男生来读读。第一个啊应该是表现出疑惑。疑惑啊？怎么个疑惑？怎么读？我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滞，哑着嗓子说：“原来如此。”啊，你是是吧？那请问他疑惑是什么啊？他原本就是说，他原本前面说他不是太相信，他确定了之后，就是说感觉就是还想再问一下船长是不是真的如此。啊，确定什么？确定他这是不是真的？确定是不是真的？女的简直就不敢相信这是什么？自己的病。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什么娱乐？所以写出了他的一种什么内心呢？简直不敢相信，是不是啊？娱乐竟然真的是眼前这个穷光蛋，对不对？他写来的信完全就是骗我们的，对吧？内心都不敢相信。后面那个啊，你是读成第四声，对不对？来读出了什么？让他去把蛤蜊钱付清。牡蛎钱付清。牡蛎钱付清。
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被那个要讨饭的认出来，这船上可就热闹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说完，他就站起来，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就走开了。好，你来说说看。从这一段上，母亲突然暴怒起来，我说：“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看出他对这个母亲是有些势力的人，因为他前面知道他是对他对富有的娱乐富有的抱有了一定的希望，而现在知道看到了娱乐是没有钱的，就是瞬间的翻脸不认人。称他为什么呢？就称他为什么呢？贼了，贼啊，对吧？讨饭的，用侮辱性的语言出来了，对不对？一开始是好心的，有办法的，正直的，有良心的，等等等等，对不对？你看对待娱乐像对待亲人吗？不像，不像，对不对？对待娱乐，他的心是热的还是冷的？冷的，冷酷无情的，从这里看出来了吧？对吧？刘老师有个问题啊，当时他们在轮船上，那公众场合众目睽睽，这个母亲突然暴露起来，她抑制不住，突然暴露起来，你能揣摩一下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出现吗？怎么叫突然暴露？就是对于娱乐，对吧？就一直之前一直对他抱有希望，但现在亲眼看到了，已经是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变成绝望了。对，原来娱乐一直在怎么样？这么久，一直在欺骗我，是不是啊？那希望，我现在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恨得不得了，对不对啊？咬牙切齿，很好，请坐，还有没有？那位女生，来说看。我找到的是28卷。我的母亲也怕了起来，听声不可说：“你疯了！既然你不知道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母亲听到了菲利普，就是她的丈夫说：“他在船上似乎看到了他的弟弟。”然后，在母亲的印象里，娱乐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而他的丈夫却告诉他，他的弟弟现在在船上卖牡蛎，然后他觉得不可以，他觉得不能相信，所以骂他的丈夫疯了，胡说八道，然后是不敢相信，对吧？然后他吞吞吐吐，说明他知道这件事，却不敢面对现实。对，霸气，他担心希望的什么落空，对不对？只能够当
当小费，但是我给了这个娱乐十个铜子，母亲是怎么对待我的？吓了一跳，直愣着我说，对吧？那你能把母亲的这一句话来读懂吗？母亲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说，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你简直是疯了，拿十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
生活条件不好，还有吗？大姐、二姐为什么老找不到对象？那没有钱呀，影响到了儿女的一种什么啦？婚姻幸福，对吧？好，看一下，他们为什么如此对待你？娱乐曾经大大的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的遗产，这就是直接导致了我们家庭的。所以同学们，结合这些他的人生境遇，我们再来评价一下贝多芬，为什么如此对待娱乐？曾经娱乐伤害过他们，对吧？对娱乐有一些怨恨，老师觉得也是可以理解，是吧？好，他们家本来就不容易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娱乐会来脱离他们，其实也是情有可原，对不对？儿女谁都是爱的，每一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希望儿女幸福，不希望娱乐的出现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所以躲着他，我觉得更加无可厚非。大家说对不对？那这就是人性的一种复杂，人性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去，或者说一两个字去判断某个人是好人亦或是坏人，只不过是在面对这样的一道生活难题的时候，菲利普夫妇选择用自私、用冷酷去对待娱乐。其实这样一道生活难题，也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同学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处在菲利普夫妇这样的一种困顿的人生境遇中，你又会如何对待你的亲兄弟？你会如何对待他？畅所欲言。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对他抱任何希望。不会对他抱任何希望。因为他已经伤害到就是我们就是基本的生活情况。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做的还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为了我的亲人的而考虑的，我为了我的亲人考虑，而我就是不想跟娱乐去接触。好的，你依然是用冷漠去对待，对不对啊？好，可以吗？那你来说。我接容娱乐啊，有包容点，因为再就算再多的钱你没有亲人，那就感觉很孤独，所以说亲情是最重要的。没错，亲情同学大家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解答，对不对？在生活，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难题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亦或用温暖，亦或用什么冷酷去对待，这都无可厚非，对不对？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难题，还在拷问着作者自己。同学们，在文中有没有能够传达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答案呢？哪个细节？作者告诉我，面对混沌的生活和亲情，国有亲情，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哪个片段？谁的行为告诉我们答案？谁的行为？作者。作者吗？哪里呀？文中的我是不是作者？这是 Lucifer， 同学们，这是小说。小说中所有人都是虚构的，这个我不是作者莫过啊，是 Lucifer， 对不对？看一下啊 ，Lucifer， 他是这样对待娱乐的。他对待娱乐是怎样的一种态度？尊重他，对不对啊？呼唤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他的行为就告诉我们。亲情是最珍贵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成为抛弃亲情的借口。即便我们无法在金钱上给予娱乐帮助，那至少可以做到称呼先生，给他一点起码的尊重，对吧？哪怕是十个孔子的小费，起码给他一点家人的关怀和支持。
写完啊。